台湾的众多地方都会举办社农实习，推动生态性的实习有成绩。最近30世纪推动有机就成小农，给他做了合作社，票下一个行政意识面呢，求推动第三市场开社农商店。那么民众当然都在对两位买到次次的新鲜青菜、果子啦加工品，也被农民有机会直接对了消费者面对面沟通。你下宽顶太薄细薄，企伫摊内面头前，然后收农打水果。就算张群木三十人业，一开始多为一些卤猪骨。这边是在地生产的，所有的食物都是新鲜的。别的市场可能是从西部运过来的，那种吃起来那种口感是绝对不会一样的。什么司机推动收农？搭三年一万多十万无天错，照顾主神呢推动有机有山农山院社合作社。啲邱人员带漂嘅建房嘅医生员呢推动天神市场，佢做有山收农嘅店面，南北桥快乐农场，就替当年提供新鲜蔬果加工品案。每两只礼拜一有一场农民实习，大家收农是家做点头夹，感受翻呢博学。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这边。可以，农民每天在这边摆摊。那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放在这边，那消费者想要买的时候就有办法来购买这样子。你还讲定年年啦，加什么啦？要人买就人买，唔人买就人吃得安啦。除了食货运售以外，今天北平的南北桥快乐农场因为无天气而派相关的农业料理工作，增加工作人流消费者的负托。不过营运单位也讲拍嘅，下一摆还是要行较多菜地民众来支持，赞助了大片，当然将近100万元嘅营运成本。下个新闻是昆明台东报道。